天地何之容？吧。三个阿娘有弊万情，因是被人受害，为了何故？婚姻之事，何人所害？丁大虎子，丁大虎子，这是丁大虎子为了婚姻之事，心中怀恨，串通串情，逼父母把担心下的，这都是容易啊！这阿娘来不理耶？为何？为何不给他准备呀？
害你风后混修，因为苦命到底混散自己上下后退比阿静静啊静静深深密报啊啊你大苦这人的肝肠啊可超压宾馆，大庙大家还卖单细专家，老夫使用表，一日四分用力掉。这次穷人我是相救，老夫乃是东京太师，前赴军国带领，岂可能干察我为地是点冤？不，别！这孟老爷四六六枪，也是用一臂之计策，回系水军也在所不惜。为今之计，需有了天子脱手。只是你乃是一干部，要面见圣上，并非易事。罪在西方了。这孟老爷是牛两枪，但毕竟超过七斩，是不计的罪在西方呀。嗯丢掉啊
顺，我哋乃是当今富少，来你七个之人去敲家锤，用中就会假装作庆，老夫见到你用威风就摔头一个，何故眼前的我随机应变，千夫万岁遇见高僧，到何时呀？但家不修之事，也就有报了。多谢老爷好主意。此次还俗，令人极地平事。其实不晓得啦，你只可以当家传机，多谢老爷。来，来，随我来。